主要是那个老花眼的度数哦。我发现那个老花眼的度数哦，只要隔一段时间就会变动。之前网友有觉得很像之前这个陈时中，你自己觉得像？老花度数加重，柯文哲去年才换上这蓝色圆框眼镜，还被说像陈时中，因为他的视力真的不太好。我发现我的视力突然变那么差，戴老花眼化为什么？柯文哲戴眼镜戴了大约47年，就读新竹高中时，脸上还没有厚厚镜片，上了台大医学院后才近视。这回进了看守所，他脸上的蓝框眼镜恐怕不符合规定，被没收。柯文哲这几天的北所生活，恐怕都是眼前一片蒙。可以请家属记录，或者是我们所方会请外面的眼镜行来验光。根据看守所规定，收容人的眼镜一定要是全框塑胶质，不得带有条状金属。同时，隐形眼镜、墨镜、蓝光镜片以及玻璃镜片，怕影响安全，都 NG。北所外就有眼镜行专替收容人量身定做，价钱从1000元到3000元不等。网络上也有卖家贩售专用镜框，不过对于收容人，有时眼镜也被当成地位象征。左边是刘三英，右边是那个谁啊，杨瑞仁啊，一起配眼镜啊，就三个，是8000的，杨瑞仁是配12000的，配的都比我贵啊。有国民党大掌柜之称的刘太英，以及诈领国票证券102亿元的杨瑞仁，都传出当时在监所内配了超高级的眼镜。从读书成家到踏入政坛，最后进了看守所，柯文哲恐怕没想过脸上的眼镜有天会被没收。三立新闻嘉明陈超文新北采访报道。